我是曹源，将参加世锦赛跳水男子双人和单人三米板的项目，这是我第五次参加世锦赛。大家好，我是王中元，将参加世锦赛跳水男子三米板、单双人和一米板的项目，这是我第二次参加世锦赛。我是陈文涵，我是陈雨希，将参加世锦赛跳水十米台单双人项目，将参加世锦赛跳水女子十米台单人和双人的项目，这是我第二次参加世锦赛，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锦赛。我是杨健，我将参加世锦赛男子十米台单人的项目，这是我第四次参加世锦赛。大家好，我是梁浩，这次将参加世锦赛跳水项目的男子十米跳台单人和双人，这是我第四次参加跳水世锦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雅妮，我是陈艺文，将参加世锦赛跳水女子三米板单人和双人两个项目，这是我第三次参加世锦赛。大家好，我是练俊杰，将参加这次世锦赛的十米台双人，这是我第三次参加世锦赛。我是林珊，将参加世锦赛跳水女子一米板和混合三米板双人，这是我第二次参加世锦赛。我是任倩，将参加世锦赛跳水混合十米跳台项目，这是我第三次参加世锦赛。布达佩斯，我来了，希望大家关注比赛，为中国跳水队加油。布达佩斯，我来了，中国跳水加油。布达佩斯，我来了，是你在看我的。布达佩斯，我来了，我们将全力以赴。布达佩斯，我来了，我的目标是突破自己，超越自己。布达佩斯，我来了，这次我将全力以赴，中国跳水队加油。布达佩斯，我来了，中国跳水队加油。